蓝国领导，金星之王，完美武者，雷奥地子，呢啲就系我命格淫者淫帝曾经拥有嗰个身份同埋地位，一啲我唔稀罕，但系就唔可以摆脱个宿命，人哋就叫我做插暗天，一个一生被使命同埋烦恼缠身嘅人，为咗可以令蓝国回归大地而做自己唔中意嘅事，中意上一个唔应该中意嘅海童。同埋信任一个唔该信，引致蓝国千万人民毁灭嘅巨杀。失败呢两个字，仿佛就同我嘅命运挂钩。即使得到师傅雷奥嘅真传同埋绝世神功，我仲错失咗将白魔狼毁灭嘅一个机会，令到我师弟黑夫人要做出要命嘅付出，俾我一个最后最后嘅战胜元素。换咗一个只可以吊命嘅仪器，夫人佢话我面对白魔兰系必须嘅天意，系点样都逃避唔到个宿命。只系我偏唔顺命，即使一啲预言实现，我仍说服自己嗰啲只属于一种巧合，一啲只要我用智慧同埋耐心就可以谂通嘅嘢。我唔会因为唔信而去故意做相反嘅嘢，咩天意、缘分、宿命同埋命运都好。我插暗天只会做我理智话俾我点样做先系最正确嘅嘢。如果要我去统领，我就会去统领；如果要我讲大话，我就会讲大话；如果我生命永许爱嘅存在，我就绝对会去爱。我唔理得其他人点样评论，唔理得他人自己可唔可以保持真我。我插暗天只会去做个正确嘅嘢，同个白武兰战个正确嘅战，为海同个安妮去战。为我爹个理想同埋报我二叔个仇去战，为我师父去战，为我师弟去战，为大地人民理得佢哋明唔明白嘅去战，战战战战战战，今日淫者暗帝就要去战佢最后一战啦！武神第300回结局，淫者暗帝。一键三连就拜托各位学员啦，求求你了，这个真的对我很重要。